现在其实基本上你要塞进一台休旅车是塞得进去的，但是其实是很挤的。听说用人像模式拍，把它排成一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来这个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特别，哎，我要带家人出去玩啊，因为大家知道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然后还有两个小孩子，对不对？然后还有我妈妈。现在其实基本上你要塞进一台休旅车是塞得进去的，其实是很挤的。我之前一直在考虑要买厢型车，可是我发现我们家的车库根本停不下，很麻烦，而且平常时会出去也不肯开那么大的这个厢型车出去。所以我想到一件事情了，想要喝牛奶不一定要养一头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啊，没有招牌。我们今天来到格上租车啊。对，哎，小亮，你帮我准备什么车？我就你身后这一台。身后这一台？对，这一台。斯巴鲁亚。这一台现在非常红哎。对。这一台你们这边有在租哦？有。真的假的？很热门。之前我去屏东打猎，打那个绿鬣蜥，就坐这个坐一次我就上瘾。对啊，这一台还蛮舒服的，而且我们现在不只是只有这种车型 ，Volvo 的电动车，还有 Volvo 电动车你们有租？对，这台外面现在是没有租得到的。现在这是我们跟 Volvo 特别合作的。哎呦，七人座的啦。你们格上很会刷流量哦，知道要租电动车哦。没错，而且特斯拉也有。哎，你们这边还有中古车哦？我们这边还有中古车，这后面这里都是中古车。卖中古车他们也可以直接办，也可以办贷款。好，对，但还是找我做租赁哦。身份证，哎，那像去，比如说，如果我车子租，那如果万一有碰撞，对，那像我们这个租金里面是有含保费的吗？我们应该是说，我们都是保已逝的车体险，对，那有含一个自付额。自付额就是有部分是保险公司会付，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是自付额就对了。对对对对， okay. 就是说，假设说我们今天车子修的五六万以上，那你只要有报警，最多你只要负担的就是3万块。哦。就是上限是3万吗？3万，对对对。哦，这超重要哎。对啊，很多人去租车都很怕被敲竹杠哎。但是一个刮伤就要10000这样子。一定要报警。哦，对啊，我知道。哇塞！其实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我觉得这开太空船吧。这是加柴油对不对？柴油的。OK。哇塞，这个空间真的是。大哥啊，乘下能力吧。来，等等，小心被 me too。OK，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家人都还没有看过这台车。等一下，我现在开到门口载他们，他们等一下看到这台车一定会很 surprise。哇靠！等一下，看到那个啥鬼？有大台不？哦，小大台，我坐电话卡未停车呢。没啊，这玻璃就多啊，你要这边啊。玻璃很大。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会考放榜的日子。对，所以我现在先来学校拿我儿子的成绩单。拿到成绩单了，国文 B 加，英文 B 加，数学 A， 哦，社会 B， 自然 B 加，写作测验四级分。写作测验四级分是满分是几分？六级哦，好。OK， 我们到了这个宜兰南洋乌石港海景酒店，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型。走开走开走开，生人回避啊。这一间呢是15楼的房型，然后呢有 queen size 的床，然后那边有一张桌子，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可以泡茶的地方，然后洗手台，然后哇，这边有浴缸，哎，我喜欢这种浴缸。这边有一个玄关，重点是它这里有个阳台，超酷。这么大的阳台可以出去外面，但是呢，现在外面在下雨啊。现在在蓝城精英酒店，今天是礼拜五晚上，所以人比较没那么多。然后我们现在已经
就定位了，他们都去拿餐点。等一下呢，我们要帮这个小儿子庆生，然后会有准备一些惊喜给他，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天使红虾，就是每次来这边就是吃天使红虾。嗯，哎、欸，考试考完了，爽吗？很爽。考试考完了干嘛？玩呢、啊。内行的。还是要吃这个，还是要吃这个，这个好吃，哎、嗯，这个好吃。因为没有生日蛋糕，所以我们刚刚跟那边甜点的那边。跟他要了这些气势，把它排成一圈。祝你生日快乐！哎、欸，你要小声一点，不好意思、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哦、要很小声。然后，我们有准备礼物要给你，生日礼物呢？什么东西？有准备生日礼物要给你。哦，你看那个表情，表情，我看到了，我看到完全不一样。你看到什么 ？Google 的标志，你看 ，Google 的标志。我知道，我怎么知道 Google 是？来，你的生日礼物，哇！哎、欸，你们给他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Google Pixel 7A 最新的手机耶，因为你一直都是用 Google 手机啊，用 Google 的东西要配它的东西。哦、你看那个表情，你看那个表情，你看那个表情，哦妈，跟刚刚在切蛋糕那表情完全不一样，看到这个就枯燥乏味。我还有唱个生日，我没有，我在爱理不理的，我在串圆心角啊，是这样子吗？稍早之前，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这反应也差太多了。好礼双重送，再送 Google 蓝牙耳机。哇靠，不错嘞哈！怎么挂着 Pixel Box 对吗？要自己连上去吗？有吗？打开就会连上去。哎呦哎、欸！没更新。在这边呢，我们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Google Pixel 7A 呢，它的简单的规格，它的尺寸呢是 6.1 寸的萤幕，那么它采用的是 Google Tensor G2 的处理器哦，跟高阶版的 Pixel 7 Pro 是使用相同的晶片哦，而且这次 Google Pixel 7呢一直在强调快速处理相片的这个能力了，包含将旧的照片呢修复模糊，让照片看起来就像刚拍的一样漂亮鲜艳，而且里面有个功能叫魔术橡皮擦，它可以非常轻松的将相片中里面一些抢镜头的元素呢去除掉，这个在之后呢，我们也会直接做测试给大家看。同时呢，它有一个即时翻译语言的功能，它可以支援多达48种的语言，在你人跟人之间的交谈的时候，使用不同的语言呢，它也能够进行翻译。我今天出门有4G了。第二个4G正在培养中。快了吧？还等太久。再给你3年。爸爸18岁的时候就有考汽车驾照了，因为那时候我要在外面工作攻读，要开那个小厢型车，要去帮人家修电脑，要载电脑。你如果没有驾照，你就是要骑野狼125，后面堆一堆货，很辛苦。走了，我们要去哪里？南洋博物馆。南洋博物馆。哎、欸，我们来试一下 Pixel 7A 的拍照。如果在这边拍合照，后面都有人，对不对？然后看看它的那个强不强。哦，后面魔术橡皮擦哦，他自己帮你找，然后找到、哦。真的假的？哦，他找到这三个人，是不是？不清楚，他们就不见了。哦，自动擦掉了。自动哎、欸，全自动哎、欸。哎、欸，这个有通透模式吗？有啊，现在。我现在跟你讲话，你听得到？听得到。哦、真的、哦。
这边呢，我们一样为大家带来 Pixel Buds 的一些功能。它的待机聆听时间呢，可以长达31个小时。在你戴上它的时候呢，你只要说出 OK Google， 它就可以及时得到语音助理的功能。它采用的是 Silent Seal 的主动降噪的一些技术，在你街上行走的时候，或者是坐公共运输的时候，它的主动降噪呢，可以帮你过滤一些杂音，让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外在的噪音影响。同时呢，内建环境音的模式，可以让你随时掌握外面的动静，它是可以进行手动切换的，而且它还支援无线充电。那么我们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Pixel Buds Pro 呢，跟过去的 Pixel Buds 呢有什么样的差别。最主要差别呢是在主动降噪的部分，那么待机的部分呢， Pro 可以达到31个小时，同时 Pro 有环境音模式，还有无线充电。那么其他的部分呢，两款都是一样的、哦、我们来试一下后面，看那么多人啊，我现在如果单独拍一张，等下把后面的人弄不见了，他会这样好了吗？他侦测到后面的、哦、他现在侦测了，哦、欸、他怎么知道那些是人啊？然后我、哦、没有弄到，他再补充再补用一下，呜呜，好强哦，蓝洋博物馆今天都没人啊。一般来说都要拿到电脑上再用专业的工具把后面人去掉，那不用一台手机搞定。其实有的 app 可以啊，对，有的 app 比 app 下载 app 还厉害。这个是旅游专用神机啊，哎、欸，以后不用这样子，哎、欸，对不起，接客上我要拍照，不用，对不起，直接拍。听说用人像模式拍这台相机拍美食会很漂亮，看我们这样拉起来，拉死。那么这边我们也顺便为大家介绍 Google 的产品家族 Chromecast。 那之前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过关于 Chromecast。 那么这个款呢，它是支援了 Google TV， 而且里面呢内建了非常多的串流平台，那么非常适合你家里的电脑如果本身自己没有内建电视盒或者一些串流平台的时候， Chromecast 呢就非常适合你。你只要接上电视的 HDMI 的部分，就可以立即拥有像 YouTube 或 Netflix 或者是迪士尼或 Apple TV 或 Apple Music 这一些呢非常受欢迎的串流平台都可以马上观看，而且呢，它还附给你遥控器，你直接呢就可以独立操作。那么，如果 Chromecast 再搭配家族产品里面的 Nest 扬声器呢，就可以呢让家里呢到处呢都有音乐。透过语音助理呢，还有它的应用程式呢，可以控制周边的装置。例如家里有一些智能装置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语音助理的方式呢来控制它们。那么 Chromecast 呢，现在有分两个版本，一个是 4K 的版本，还有一个是 HD 高画质的版本。好了，这个我们家庭旅游呢，2天1夜要在这边结束了。外面在下雨，月底呢，我大儿子就要去当兵了，小儿子要念高中了。那今天跟他开箱的这个 Google 最新的 Pixel 7a，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把那个连结资讯写在下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那其他拍照的样本我会放在脸书啊或 IG 啊，啊，大家可以加入我的 IG， 好不好？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啦，各位，拜拜，收工了。Good morning。你囡仔伫咧，你看，迄家长拢袂晓教，迄个咧无家教，无家教，算下连老爸老母嘛无家教。伫饭店、餐厅安尼在大细声，迄不是囡仔唔捌代志，迄是大人唔捌代志。我来讲着。